说着 What I'm feeling real Never living in 又不能说太也不能说太 I just wanna be free I just wanna be me进步好不好？因为你们知道吗？第一次他那个时候，我跟他去看心如姐的班，然后他跟我说：“哎，文宁，你知道吗？我最近刚学舞。”然后我说 ：“OK， 那跳一下。”他说：“现在吗？”我说：“当然了，不然。”然后他就 ：“OK， 好，我的舞是……”我没有这样子。哦，为什么你要在那么多人面前丑化我？然后我说：“没关系，我跟你一起。”我说：“来，我们一。”是什么？但我跟你讲，我觉得很感动，因为 Eric 是一个非常非常认真的歌手，也许以后是演员，不知道。但是我觉得他舞蹈进步非常多，你们说对不对？谢谢谢谢谢谢。平常你不是 KTV 很嗨吗？今天这是你的大型 KTV， 你不是有一个那个情歌组曲？类似。没有？要不要清唱一下？不是你知道，因为我其实自己有准备很多歌单。好、哦，那我先去休息一下。不是，你们知道他今天身体微恙吧？但是他唱的还是非常的棒，所以是不是掌声先来一下？我今天看到大家太开心了，喉咙都开了。对，然后因为这样子，我就准备一些歌单，怕你想要休息一下，我可以给。但是因为你前面在唱的时候，我准备了一些，就是我觉得我自己唱的还 OK，但我不知道我会破音啦，没关系，因为我不是专业歌手，你们会原谅我吧？你敢不敢承认我爱上你的坏？你敢不敢说这段感情？给我一个礼物。
怕周围再多人，感觉还是一个人。每当我想，心却狠狠地哭着。太棒了，太好听了。我没给你丢脸吧？